苯环是什么？苯环是苯分子的结构，就是苯。苯环为平行正六边形，每个顶点是一个碳原子，每一个碳原子和一个氢原子结合。苯环中的碳碳键是介于单键和双键之间的独特的键。苯的分子式虽然从碳氢比来看，苯应该显示高度的不饱和性，但苯并不具备不饱和烃的性质。一般情况下，苯不易发生烯烃一类的氢电加成反应，也不被高锰酸钾氧化，易发生苯环的取代反应，如卤化、硝化、黄化、烷基化和氙基化等，这些反应都保持了苯环的原有结构。